心跳加快，你们是从何而来？疯到了一块半日子就1万块。Come on go，Come on go， 废柴全面崩坏，闷声作死，我把秘密点存在。哦，炸开了脑洞，引出了心动。哦耶耶，砰砰砰。 这就是爱 ，Just come together。I want a perfect romance，Come on and try me。甩出了一脸血 ，Just come together。I want a perfect romance。就现在，不要害羞，大声从我唱起来。这是孟山富贵的青青紫金和悠悠鹿鸣，这是小 Q 和娜娜的蒙娜丽莎的幻想。哇，他做的幻想，运动型一点。阿宅，海洋之心。什么呀？是个饮料吗？还是个人定制的？你不让我喝，你喝啥？来，谢谢。我来。嗯。 哎，你今天格外的嗨呀！对啊，因为没有下我的束缚，我就是自由的我。一点都不好喝。 谢谢你送我过来啊！别客气，你是我人生的导师，是你带我领略了生活的真谛，我的心境从未如此的豁然。有什么事，尽管开口，我帮人人，人人帮我。就像你说的，让这个世界充满着爱。嘘。 这个世间，不光要有爱，还要有……有机会再来慢慢的开导你，你会发现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。 你没有体会到真谛。拜，安妮。的风格都不太一样，总是拥有着领先于常人的智慧和常识。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我的生命中？为什么指引我人生方向的是它？难道他之前先打我、骗我，进而感化我，都是为了吸引我？走。 阿宅，杰婷，又是我呀！对啊，什么病啊？相思病。相思病。相思病。哎，你们还玩快了？大大，我觉得夏娃是针对你来了。 我在前面挡着你，你和他保持距离啊！放心吧，我不会过去。快来快来，一起玩一起玩！来啊！快来快来！好啊，我们一起来玩啊！啊，佩妮，啊，你穿成这样也不方便打球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去那边聊聊吧。 谁说我不方便啦？ 这样就很方便了。现在。 我们可以一起来玩了。停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如我们先来擦一个防晒霜吧。亚当。 来，帮我擦油油。怎么感觉佩妮今天怪怪的？我第一次有一种被别人比下去的挫败感，突然不想做女人了。你确定她没有 OOC？ 好像有一种在开车的感觉啊。滴公交卡。真是啊！哎，你们就不能谅解一下吗？女生。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啊，对吧？啊，哎，别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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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看！你不准擦了，你也不准看了。我不是跟你说离他远一点？嗨，水球，输了要惩罚的哟。 啊，对啊，别擦了，打球吧，打球吧，打球吧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好。喂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 短路了怎么办？你可不能摔啊！都饿了吧？我们去吃饭吧！啊，去吃饭吧！走吧！这么多好吃的呀！香香。爸。亚当不吃了，不吃了啊！不吃了，都别吃了，不吃了。 放心吧，我把夏娃绑得很结实，今晚应该没事了。那个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？就是黑衣人的事儿啊。我之前一直以为，什么黑衣人都是你瞎编的，后来知道其实都是我误会你了。 其实早该跟你说对不起了，但是这两天一直被夏娃牵着走，所以就没时间跟你道歉啊。总之，就是对不起吧。你知道吗？我从小是个孤儿。 我一直跟着爷爷一起长大。爷爷去世以后，就一直是我一个人，自己和自己长大，自己陪自己玩，所以慢慢的也就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。无所谓啊，反正一个人的感觉不也挺好的吗？其实，在最开始的时候。 你和夏娃的出现，让我特别不适应。我就在想，怎么会有机器人这么笨啊？只认程序不认情理，依着什么绑定关系去纠缠人，搞得人特别烦躁。可是，现在感觉也挺好的。你看，我和你坐在这儿，听着海浪，吹着海风，看着篝火。 我突然感觉，我好像不是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。还有，也是因为你们，我才真正的开始走出了家门，认识了这帮朋友，真正的开始去了解他们，被他们了解，才慢慢有了交朋友的感觉。 所以，谢谢你们啊！因为有你们，才让一直没有人陪伴的我，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了。我以为你会一直讨厌我呢。其实，在你身边我也学了很多。现在，对于你也好，对于夏娃也好，我已经不再是当初因为绑定而形成的情感关系了。 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成长型恋爱机器人情感模块在起作用吧。不知道夏娃有没有同样的感受？他的情感模块又不会升级。那我们现在的关系，是你们人类口中所说的友达吗？是。 我们俩是友达以上，我和夏娃就是恋人未满啊！我们仨真是三个奇葩。从我绑定你的那一天起，你就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和我说过话。我的情绪并没有告诉我现在我应该怎么做。 但是不论我们三个是什么样的关系，只要你开心就好了。如果你在意别人的那些议论的话，我会去帮你澄清的。哎，你别用那么暧昧的眼神看着我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你这么看着我，我会做噩梦了。那我可以给你讲睡前故事，这样你就不会睡不着了。什么睡前故事啊？别忘了，我可是来自30年之后，我知道很多你们这个时代未完结的故事结局。真的吗？嗯，那你知道《海贼王》的结局是什么吗？海贼王啊，路飞最终成为了海贼王的男人。哇，你还真的知道啊？那柯南呢？柯南长大了吗？长大了，和小兰结婚了。Yes， 这些万年神坑真的还有填平的时候。哎，那《冰与火之歌》呢？《冰与火之歌》完结了吗？《冰与火之歌》，这个还真没有。 那，阿宅，我告诉你啊，心结都解开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和王富贵不也一块睡过吗？又怎么了？怕什么？走，走。 跳的，嗯嗯，有人说，生活就像吃巧克力糖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味道。我上一次看见这段剧情还是在《哈利波特》里。 哈利吃到了鼻涕味的糖果，当时我就在想，鼻涕味的糖是什么味儿？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。然而今天，我找到了答案。等等，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就在1个小时前，我还在好好的和亚当聊天，我们还在谈人生，谈理想。 1个小时以后，就变成这样了。你切换回来了。每个喜欢我的男人都要被佩妮抢走吗？他就这么嫉妒我吗？佩妮不是生病了吗？肯定是痊愈了吧？现在什么情况？亚当和佩妮在一起了？异性恋取得最终的胜利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好不好？还有你们俩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不要再问了，你还没有看出来吗？佩妮既然没有选择你，也没有选择我，她选的是亚当。当我们在彻底的失败面前，留那么一点点的尊严吧。亚当，你说句话啊！对不起。 我以为刚才进来的人是你。那我问你，你最后究竟选择的是谁？我和阿宅没有关系，我和佩妮才是情侣。佩妮，阿宅是铁直男，你们不要再怀疑他了。我怕说我选择你，你会生气，所以才说出那样的话。希望你不要介意。我是不是又给你们添麻烦了？我想静静。哎，其实想开点从今以后没人会把你和亚当凑成一对，你再也不会有这方面的烦恼了。你太天真了。佩妮的正牌男友是亚当啊，男才女貌，天造地设呀！天哪，佩妮那么多绯闻男友，这个最配一脸了。校园最养眼的情侣 CP 大赛，快去给佩妮和亚当投上一票！哎，那你说佩妮、亚当、苏子轩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？你看看，你多虑了不是？啊，这舆论导向多正常，你现在消失的很彻底啊！哎，你怎么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？ 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有一种被全世界背叛了的感觉，好像一夜之间失去了很多东西啊。其实我也理解你啊，是不是感觉到遭到了背叛？什么为我好啊，怕我生气啊，话是这么说没错啊，可是还是有一种被好兄弟抢了女人的感觉。反正就感觉全世界都在笑话我，你懂吗？ 不同，我现在不理解是你在气你的好兄弟，还是在气你的女人？都气呀、啊，反正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吃西瓜，最中间的一块掉到了地上，心疼。那我明白了。怎么说呢？且行且珍惜吧，毕竟现在亚当和夏娃是话题的中心，你呢也不会再被别人议论。 听说亚当和阿宅的关系不错，怎么就横刀夺爱了呢？心机 boy 呗，借着阿宅的关系成了动漫社的男主角，结果把女一号给潜规则了。哎，我听说佩妮已经和那个亚当同居了，真的假的？亚当不是和阿宅在一起吗？难道他们三个人？看不出来啊，亚当可真会玩啊！听说他身有长物啊。 有多长？要不要这么八卦啊？好帅啊！可是他为什么要和佩妮在一起啊？对呀，好可惜哦。喂，你就是亚当啊？你和佩妮到底怎么回事？ 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别人可以相信，我不会。你和佩妮之间肯定有误会，你最好赶在大家发现之前，当众澄清。小英佩妮自己反驳的时候，被打脸。嗨，会长好。我都是好意。谢谢你的好意，可是。 我为什么要反驳亚当呢？我本来就是他女朋友啊，我就是他女朋友。苏同学，抱歉，之前传递给你一些错误的信息，让你误会到现在，我只好再重申一遍，我真的，真的不喜欢你，你和我之间才是一个误会。佩妮，我喜欢亚当，他现在就是接我回宅基地的，好好生活。看什么？再看。怎么样，亚当，我表现得很好吧？ 这样，同学们就不会再议论你和阿宅了。你真的好聪明。我们快回去吧，阿宅肯定等着急了。嗯。锁定你不是我的抉择，陪伴你是命运推着我。也许你只是个孤独的人，需要朋友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会做，只要你眼神不再寂寞。也许我能在你漫长的一生之中被记得。 笑过的歌，做过的梦，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。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。刺目的风，无解的痛，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。相信你还是需要我，当我穿过迷雾回到你身边。 什么都会做，只要你眼神不再寂寞。也许我能在你漫长的一生之中被记得。笑过的歌，做过的梦，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。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。 刺目的风，无解的痛，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。相信你还是需要我，等我。笑过的歌，做过的梦，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。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。 刺目的风，无解的痛，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。相信你还是需要我，当我穿过迷雾回到你身边。